首歌夏天，走在白色沙滩，记忆中浮现起你的画面，似你从不曾改变。看那星光灿烂，午夜并不黑暗，曾经孤单让我更勇敢，梦想不需要折返。骄傲的少年，我也没有刻意瞒着你们，这应该也算他的个人隐私吧。既然小海不想让我们知道的话，咱们也没必要刨根问底。他刚来学校的时候拼命掩饰，表现得张牙舞爪的，但实际上他还是那个他，不是吗？过去的那两年，你就当是被谁偷走了吧。夏苏，你累了。多少？1分51秒03。不行，太慢了。累不累？废话，照这样练吧，老子8个肺都不够使的。但是，游泳太爽了。爽吗？爽。爽吗？爽。死胖子，你给老子等着！死胖子，我等着。说一下啊，佳瑜100米仰，50米蝶，强子200米蛙，100米字，洋洋100米蛙，若晨400米字，1500米字，小海200米字，400米字，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我往上报了啊。教练，再给我加一个200米混吧。行，红衣。来，我们讨论一下这个4乘100米的混合接力吧。嗯，自告奋勇。4乘100，达标赛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赢。激励你们的话呢，我就不说了。第一棒还是佳瑜，蝶泳翔了。最后冲刺求稳的话，若晨吧。啊，就剩蛙泳了，小海还是洋洋？我不擅长蛙泳啊。我虽然擅长蛙泳，但是我没参加过大赛。一个南区达标就是大赛了。啊，那全国赛怎么办啊？小海压力大，期末了，这个个人赛你就好好准备，就你了，洋洋。我就是你，好，全体起立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你们是什么？冠军。主席，主席，来，1、2、3，加油！观众朋友们，男子自由泳 B 组预赛结束，申城海豹朱新元，广东乐海程哲海。和周新元就差那么一点，回头再努力一下。哎，别嘚瑟，这只是我们保存实力的结果。你怎么知道我没保存实力啊？小海，游得不错呀。哎，副队成绩也出来了，去看看去。走走。男子50米蝶泳小组赛已经全部结束，请进入决赛的选手尽快前往组委会办公室领取决赛号牌。副队，牛逼呀、啊，全国纪录！碰巧了，得了吧，看你那嘴角都脸厚。你看你，嘚瑟了，笑脸巴了啊！对呀、啊，吴佳宇，作为一个有全国赛经验的前辈，提醒你一句，有力气，
还是等到决赛的时候用吧。巧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个人预赛大家表现的都不错啊，50米蝶泳我们破了全国纪录，杨洋第一次200米混合也进了决赛，来给自己点掌声鼓励鼓励。收，最后一个项目，混合接力，在这个项目上我们是翻过车的。你们说，小组赛谁的实力最强？我觉得 B 组福建。福建宏通，他的个人赛的表现不如海豹，但是在团体赛，特别是接力上，他们的配合非常好。我承认，作为教练，我是有功利心的，因为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败过，所以要雪耻，我们就必须突围，我们必须要进决赛。所以对手的成绩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做好你们自己，把最好的自己放到海豹面前。所以坚持到最后，我们就是赢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下午呢，就靠你们自己了，我就不陪着你们了啊。小海，来，执行任务。加油！不看了。我们去哪儿？前面上高速了啊！回乐海。回乐海。去吧。我还能坑你啊！我进去。Hello， 有人吗？喂。没看跳水，现在国内跳水水平都这么高了。裘盛海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你俩不会是电视上的俩吧？对啊，我们是来当评委的。你可以把我女朋友手放开了。啊？啊。听游指导说，你为了克服自己的前庭功能障碍，经常在10米台练习平衡，克服自己的胆量吗？我那个都是瞎蹦的。想听听我们俩是怎么瞎蹦的吗？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十米台的时候才6岁，当时觉得我的天哪，这么高，我怎么可能敢往下跳？其实我在练跳水之前也练过体操，那个时候我就记着有因为掌握不了平衡的问题，所以从器械上摔下来，要么就摔得疼哭，要么就是被教练揍哭。啊，我还记得我还趴在跳板上的时候，一直不敢往下跳，然后教练就说有什么好怕的，下面不就是水，又摔不死你。我觉得好像说的也是这么回事儿，然后慢慢的就敢往下跳了。其实出发台距离水面的距离呢，那可比我们跳台跳板要近得多了。所以就算你摔下去，也不过有点丢人而已。但同时你的对手看到你即使有一点的小瑕疵，也敢和他们站在同一个竞技场上，不是吗？来自广东乐海的张若晨首先出兵，成绩正显示在积分牌上。男子400米混合接力 B 组第一名，广东乐海。站上领奖台，你就会觉得之前那些掉过的眼泪，觉得丢人的时候，都是在为这一刻做准备。今天我们的申请海报，他们由张晨、杜鹏、齐磊和张立明组成。张立明是谁啊？周旭仁呢？最后一棒换人了，听说旧伤复发，调整状态了。4x100米自由泳换人了，但是混合接力可能还是他。不对，这个肖纯怎么又换了？他们根本就不是对手啊！上次我们在主场也输得这么难看吗？张黎明最后50米。比周旭元至少慢了2秒，非要在这个时候秀你的视力和智商吗？张山，你们打一架吧，你们。晚上下水啊，找找感觉。但是有一点，
不予计时。啊，我不怕了，跟澡堂子似的没劲儿。我倒有去。拿来我看看。拿来，看看不行。这个不是我们家张若晨吗？我让你还给我。你手真受伤了，我以为那是你怕输找个借口呢。我要是怕输的话，就手受伤了我也不耽误赢你。再说了，我休息这两天就是为了让你输得更惨。行，我等着你啊。哎，你这是干嘛？张若晨这么帅呆酷毙，你天天留在身边不得影响你的比赛发挥状态啊？免得你输了再找个新借口。所以呢，我先替你保管着。走了，拜拜。经理，没人。教练，咱真的要？咱们队就你一个人进入决赛。没出息。球员的，但是呢，现在他不参赛，有两个选手你可以做参考，四道的刘鑫，六道的吴瑞。这个刘鑫啊是个耐力型选手，喜欢跟对手死耗。还有这个吴瑞，刚从少年组上来，资料我没有查到，我吃不准他。你选择一下，你要谁？没关系的，我可以左右边换气，到时候我自己锁定。好，那这样咱们稳点，前半段你咬四道，后半段你自己判断，好吧？好，但你为什么抖得这么厉害呢？能不能别拍了？哎呀，从来混吃杂活的，你当时叨叨我说你怎么没想到这些啊？哎，别逗了，放松。你到底怎么混进来的？放松，别打了。男子1500米自由泳全国纪录是15分01秒27。是的，我们目前看到领先的来自四五六泳道的选手，他们分别来自西部陆军、广东的和福建横空。张若晨更稳定一些，他频率慢，别急啊，当然耐力可以。最后300米，选手已经开始加速了。目前领先的依然是来自第四泳道的刘鑫和第五泳道的张若晨。加油！加油！第五道的张若晨已经超过了第四道的刘鑫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是我们看到黄色还是红色？张若晨已经率先出击了，成为本届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冠军，恭喜张若晨！新的全国纪录，新的全国纪录已经诞生了，恭喜来自广东乐海的张若晨，15分00秒29。50米蝶泳，决赛在隔壁馆，赶紧去更衣室找个好地方。走。广东的，我知道是你。我记得你的泳帽，当时我就应该注意到了。是我举报的，不假。那错在你们自己。全队竞赛，你知道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吗？你这事儿赖不着我。自己好好反省吧。我们可以重头再来，但是我们头是最后一年当教练了。
观众朋友们，现在进行的是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，到底谁能夺得冠军？我们拭目以待。下来。Take your mark.19秒，黄宗赫海、程杰海，小磊加油！加油！小磊加油！加油！你是第一，加油！第六道陈杰海已经领先第五道范德申贝，最后是你加速。广东乐海陈杰海率先出力了，观众朋友们，选手的成绩已经显示在积分牌上了，恭喜陈杰海，恭喜广东乐海。陆佳媛，我告诉你，这事暂时没完，走。哟，来迎接冠军了。还行吧，游得不错。各位观众，由于突发情况，原定于今天下午举行的男子50米的游泳决赛将推迟进行，比赛时间另行通知，感谢您的谅解。什么情况？副队不是50米蝶吗？不会吧，去找教练问问看吧。主任，你们都回去休息吧。教练都被叫进去这么长时间了，应该调查清楚了吧？主任，组委会如果认定队长动手了，乐海是不是要取消资格呀？还有什么好调查的？队长都被揍成那样了，说没动手就是没动手嘛！你叫唤什么？你们的心情我都能理解，陆佳怡也是我的队员，我也愿意选择相信他。组委会必须谨慎，请大家相信他们是公正的。你们现在该做的是回去好好休息，尽全力完成下面的比赛，把你们队长的分儿一起赢回来。教练，教练，我。教练，我真的没还手。要是竞赛，进我一个人就行，真的。谁说要竞赛了？事情查清楚了，你是因伤退赛，没人取消你资格。我就是不服啊！好不容易。破了记录，你说的。哭吧，只有我在这儿。我当时其实特别犹豫。你说人家教练要退休了，就因为我一句话，全队竞赛。你做的没错，主动揭发违禁选手是运动员的觉悟，面对挑衅不还手是运动员的责任和担当。错的在他们。还有啊，你的记录呢是会被算上的。预赛之后，很多教练都夸你。你知道生活中最有魅力的是什么吗？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要发生什么。这回呢，就当是你为了惊喜做准备，好吧？来吧，惊喜。Thank you.
夏天，藤蔓爬上屋檐，你在我的左边，微微扬起脸，看天空蓝得耀眼。你问明天还有多远，我们会不会变，梦会不会输给了时间。世界倾倒。